必须装消音器的枪，你都知道吗？消音器是隐藏能力最强的一个配件，今天聊聊必须装消音器的三把枪。它枪口装消音器，一举两得。一、狗杂。狗杂这把枪近战能力极强，秒伤高，弹容量多，换弹也很快，需要安装的配件也极少，只要瞄具、枪口和弹匣就满配了。而狗杂的枪口是装不了补偿器和消焰器的，只能安装消音器，所以狗杂装消音不是玩家想装，而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装。二、汤姆逊。汤姆逊其实和狗杂是一样的情况，汤姆逊的配件选择更加单一，握把只能选择垂直握把，枪口只能选择消音器，所以汤姆逊想满配必须要装消音器。三、迷你14。迷你14是一把 5.56 连狙，它的后坐力非常低，压枪很简单，所以枪口不装补偿也无所谓，装消音器也能够压住。而且迷你14的枪声非常大，装上消音刚好能降低枪声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迷你14有了消音器，整体强太多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用消音还是其他枪口呢？